120元推通汉语教学，你念自由学教老人言，推通汉语教学自由人言，从语文教总。 就讲学校嘅课程系偏啊偏啊，全都分三部分来推行。所以讲，学校生高育，所以三部分都一个生产，个天然都一个生态，个天然都生物，有三个课程底本啊，跟小朋友，啲学校嘅教本课程底本啊，可以来推行。诶，发现到小朋友从一三嘅单元底本，诶，也可以，都是天桥底本。 像啊，才能体验啥来学习来掌握的，所以俺就讲一个生产。我看到安徽的环境地方，俺就希望讲讲一种生态融入去地方，好认识菜地的环境，佮尤其那个环境对俺呢，一定要长长久久下去。个呢，最重要都希望讲还能生态。 俺们都不能都客家人，个客家文化，因为可以透过教学，地方呢本人级，听每个人级所学习的模式，听可以迁到个个层里边，跟生意量啊地方，所以俺就改个听完就三声课程，所以呢，都听有一样都六样声呢，听可以全听高音，慢慢的变得沙气，过到一个台面了，啊，本小朋友呢要六样，那时间。 可以听自家认识自家生活的地方，可以认识自家生活，其实嘛，过一段先进呢，也把过一段时间去客家文化这个。声音在这里保持吧，可以。哎，你有呀，有条对不对？按高哦，你看有条对不对？就是讲，哎，提下技术教育六年结束的阶段呢，本小朋友呢，可以对自家生活的地方、自家蔬菜的地方呢，自家语言，可以。 可以到机会来接触，所以呢，今天有机会再出去行，不但喺你自家嘅面度，还能用客家人嚟讲用，而且呢，又可以跟一个安徒嘅经验呢，同同学或者好朋友喺度分享。可能我也相信，每个小朋友，不管今天行到再远，都比较再高，一定会见到自家生活的地方。